好，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海内外乡亲时代，大家好！咱今足欢喜的哦，咱会当邀请到咱这位哦，正港的台湾的啊，台湾的子弟，优秀的子弟啦。安怎讲呢？伊是这个台南人，住伫咱啊台湾出世，伫台南大汉，啊出去外国留学了后，啊伫个这个外国有真啊真大的这个成就的这个咱台湾的这个。人才啦，高级人才哦！啊，伊现主持呢，担任着这个纽泽西的西温莎，哈、哦，西温莎的这个市长啊。啊，今足欢喜来咱风云网络电视节，甲咱海内外乡亲时代哦，咱共同哦，咱来安尼，伫这个电脑内底见面一下安尼。好、哦，啊，咱即马咱来请这个信夫兄哦，叫安怎讲？要甲你称呼？哦，甲你称呼市长，还是要甲你称呼？哦，叫信夫哦。啊，毋过咱遮拢兄弟迄个称呼哦。啊，信夫兄好啦吼。啊，信夫兄，你来介绍者，讲你台南出是台南底下人啊？我台南是那市内的人啦。哦，台南市内。大公在府城啦。台南府城遮，嘿嘿。啊。我伫遐是，出世啊，读啊到台南一中高中毕业了，才离开台南，啊到台北。我台北是，台湾大学读化学工程系毕业啦，啊伫美国，到尾我伫美国嘅纽约市，州立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 吼，摕博士学位啦。我做嘅研究主要是安那含化工。的物件含这环保的关系啦，啊，这安那去用化工的观念去分析环保的问题啦。这即马眼前来讲吼，咱拢有迄个环保意识高涨嘛，啊，大家拢会去注意到咱的环境的保护吼。啊，你这个部门，就算讲应该是用咱台湾的语言来讲哦，最夯的，对无？讲起来是有影啦，开始是我。行到这条路，我家己也真欢喜，讲系，即个吼，唔是干那讲美国啦，即世界大个所在拢有水啊。是，因为人类吼，都先翘起吼，人讲迄啰翘到变精啦，翘到变精了后呢，啊，伊就研究一寡迄啰为着迄啰研究者，啊，搁来伤害家己个迄啰身体。啊，即马咱人类呢，又搁要反攻出去安尼，啊，食物链安尼一大堆迄啰家己害家己。啊，迄阵还开始咧害家己个，大部分拢化工个。嘿。啊，所以讲解铃还带系铃，系铃人呐。是，嘿。啊，所以讲吼，咱这个哈，这个你的专家，咱即马来讲一个吼，讲咱即马这个环保吼，世界环保吼，拢差不多讲到即马总统美国总统选举就讲什么空气污染的部分啦，咱来讲一寡，讲这个美国对针对讲这个空气污染部分的水源的问题啦，搁再一个气候变迁的问题啦，就是讲今年。我实在要回来台湾哦，想讲十月啊吼，啊走来走长青个，结果我回来惊一跳，比七月天个搁较热。气候已经即满了讲，人讲天年无共去啊。是啦。哦，天年无共，啊，这就是人类上巧的关系啊。你风台上海一个月内底三变大风台。对。啊，伫美国也同款嘞，唔是讲台湾安尼嘞，世界性的问题呢。是。所以讲，即马都大家，美国的政策嘛是讲对这个环保，环保嘛是列入讲吼，这个改善吼，什么污染，什么安怎，列做伊的这个重要的政策嘛，是安尼嘛。是啦，但是太重要吼，即个要处理环保的方式上重要就是讲这个都跟啊加迄个土地的计划、规划的工作、土地规划，啊加佮另外。改定啊，一项就是讲，你安那个老百姓教育环了解，你身边的物件对人类的重要性。比如我讲一个，我去变太阳花学院的代志吼，有啊50万的人出来，啊了，吼时间一到，大家拢散开，啊散开了后，迄外国记者拢报讲，台湾的学生较狠啊，守规矩，讲。土卡连粪扫都无，对，这是世界性风感觉，
讲台湾人有台有骄傲的所在，咱家己感觉啊，做一个台湾人真光荣。是，抓阿爸吼，大个甲细中个吼，分甲清清楚楚，白甲整整齐齐安尼。啊，学习到这个日本的迄个人古墓的迄、那个迄、那个整齐清气安尼。啊，无五十几万，你看因较早。咱台湾人游行过哦，较早咧游行哦，会记得我，差不多三十几年前，我就出来参加游行嘛。我参加游行的时阵，我咧做啥？我就用一个塑胶袋啊，啊，咱阁有一个兄弟伫后壁拖，头前我就是捡粪渣啦，哦，粪渣啦啦，粪扫啦，安尼捡的，若有一包就等咧遐安尼。规路底下咧，迄落，所以讲我就感觉讲，咱人类的一个做法，啊，即马努力咧到底啊，咱台湾有淡薄啊迄落。你即马咧讲的讲你的专业无？我阁想到咱台湾吼，伫这个八里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做甲啊，即马迄个做的人阿爸啊，死伫个这个中国。啊，邓丽英中国死去吼，伊就走路嘛，啊，就食甲咱。污水厂即马用诶，你若远远看诶，大大粒诶啊，迄完全无多叮当。迄阵啊，就是讲做好诶时阵，讲叫即个外国诶、荷兰诶专业诶，那做你即种诶，即落专业诶人来看，讲我甲你保证，即袂当运转。啊，结果事实证明袂当运转，按做伫遐空安尼吼。啊，咱即下咱来讲着讲啊，你即边你转来诶是参加即个集会吗？无，我无参加十月什么活动拢无。我看啊，因为这边转来主要是讲哦，私底啊哈，因为阮姨啊的生日，啊来转来甲做生日，安尼吼，啊一个家庭的聚会。好，安尼吼，安尼足好个啊。但是，当我转来，总是对台湾是做一下啊，注意一台湾各方面的进步，什么款啊，各方面有啥物问题，我总是会去注意一下台湾的。总统。请教我，你安尼注意到咱台湾，咱即马先来分析，政治方面，吼，先讲这个新政府上台了，那你的看法呢？我的感觉是讲，新的政府吼，有认真想要解决问题啦，啊，要做代志，但是问题来讲，你下骹唔是，你规个会当成功，就是需要一个团队啦。啊，这团队你若无。讲足强的人，啊，意志真强的人，啊，佮真正代志拢会当去分析去，安怎去看嘛，有一个solution，就讲要安怎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啊，佮愿意去做，啊，唔惊人骂这款人，你这款人可能有较强。嘿，人讲吼改革啦，改革是人讲改革就是敢那讲你要搁重新搁要生一个囝同款嘛。啊，你巴肚要生的时阵总是会迄落嘛，会阵痛嘛。对啦。啊，这变化总是有阵痛，所以台湾来或者时间啦，袂当讲啊，安尼两个月、三个月来讲一百日就能解决，因这和美国无同款，美国物件敢拢。像轨道啊，上轨道哈，是，所以一般讲个，咱用一百日来咧做哦，方向看你这個方向走到对唔对？但是台湾足侪思想是改变，就是足侪物件拢无同款啦。因为咱台湾是无，唔是讲真呐啊，唔是有常态的一个国家啦。对，咱都还未台湾还未正做国家嘛。对啦，啊个足侪物件拢无上轨道。啊，搁伫个这个因这个中国个走路集团，即个难民吼，来遮统治七十冬了后呢，啊，因甲咱个这个社会结构嘛，拢破坏去，家庭个破坏去，环保破坏去，吼啊，即个政治层面嘛，拢结构嘛，拢无，所以咱个人哦，就讲对台湾。迄款爱心，这是真重要一部分啦。是是。如果你家己感觉讲，嘿，这是我的所在，我来保护这所在，要保护。这个真重要。会当讲，后一代，还是讲咱的子孙会当继续安尼落去。伫英文，伫讲个讲做讲 sustainable community， 讲永续发展的迄款，规个迄个国家还是社区。这点咱台湾啊，足侪所在也无讲一个系统建立起来。这点就是讲和美国
最大的差别啦。嗯，啊，就讲需要有魄力的人来做我有魄力的代志。哼哼哼，安尼哦，这都。就咱嫁房啦，台湾人吼，就是啊，咱已经吃苦伤久啊吼。嗯。啊，这个咱所知影讲，咱阿扁总统吼，这正港的台湾呢，台湾囝呢吼，我知影讲伊啊，足无简单呢，才会当拼到这个总统这个位，啊，伊前啊遐嘛叮叮当当，已经牺牲足济啊，牺牲伊的这个牵手的吼，安尼种种安尼一路行来，我知影讲伊拼到总统了，一定想要爱顺着咱台湾人的心要拼，啊，但是可怜啊，可怜就是悲哀，就是讲伊当迄个草小野大嘛，好啊，就是讲因的这个中国党无要放伊甘休嘛，啊，所以讲阿扁总统这都是伫个遮吼，冤枉的台湾人，啊，即马过来第二遍啊。吼、哦，蔡英文起来啊！啊，你若安尼看，台湾人就是讲一百，你唔是讲，你讲唔是一百，你就会当有甚物成就？但是台湾人已经听候家吼，已经根本挡袂掉啊！但是你要想看嘛，咱听候台湾人是一旦台湾已经听候几百冬啊！嘿，哦，啊你大家总是来想看嘛咧，然后努力行的方向对，咱就是来有一个鼓励。嗯哼哼、哦、你不能说不定地啊规定的啊规定的等候伊了后安尼伊的灾后重建啊你的三个月都冻袂掉啊都开心没啊啊你想看咱台湾人已经是几百冬啊几个代以来就是安尼、哦、嗯对啊停的哦荷兰人来停的西班牙嘿大清帝国东瀛王国吼啊过来就嘿日本啊，佮你来看这個问题到底是有严重无严重？嗯，台湾上严重问题当然就是司法啦，司法上严重。讲无唔对，就是司法的问题。比如讲，伫美国来讲，你讲美国选总统，Gore 加那个 Bush 两个人，选到到尾是由大法官来做决定，四票对五票。嗯，啊，你想看咩？咱台湾啊，选到的程度，你想迄、那个？迄、那个输的人，敢会讲过日就宣布讲我接受个法官的审判？是啊，是啊，嗯，哦，嗯，这边所以讲，这美国是民自由、民主、人权这部分，伊已经入下到美国来讲，已经成熟啊，嘿、已经成熟啊。啊，过来就是讲，因的法官唔是讲为着效忠某一个党来做法官，但是咱台湾就怪胎啊，台湾的法官就是效忠某一个党来做法官的嘛。噶真，咱台湾什么人在主地主？执政了，就是讲啊，这个马英九八年中间，上面能看得到，就是黑道加司法连接黑道的来处置台湾人，啊，足明显的嘛。啊，即马讲新政府，咱希望讲伊会当改革吼，安尼。啊，你看到讲咱政治方面了后，啊，你看到太阳迄落太阳花、日头花啊，这个新政府安尼，你若看讲整体来讲哦，你安尼扫过了，啊，这个咱台湾的这个社会哦，有甚物款的较特殊的这个变动无？迄落。进步也好，退步也好，拢无要紧。我是会当看出讲少年的一代吼、真正是含阮因爸读大学时的时代无共款啦。我实对台湾，也毋是讲迄个太阳花下关学问吼、我对台湾讲啊，台湾遮少年话真正无路用啊。但是1919在2014年，这三月我迄边话返来台湾，但是3月18开始了，我3月2日就离开台湾了。我去美国。继续咧注意这个发展，是啊，煞好啊！咁我即下甲第一边，嘿，第一边看到讲这個活动啊，到该花落安几个月吼，我真正对新的一代真钦佩。是是是，因为咱台湾若要进步，一定袂使搁再搁有迄个讲啊，迄、那个大陆来的人、外省人还是台湾人，迄款，伊慢慢新的一代，因这拢已经即款的
感觉阮无去，因感觉讲这对我土地，我来爱这土地。是是，啊，搁较你讲迄落太阳花，互你的迄落震撼哦。搁较震撼的是，就是这个林冠华。哦，林冠华伊为着解讲吼，咱的这个读册唔通搁读这个自负原则啦，吼，搁读这个因这个这个古册八股文吼，唔通搁读个，爱读迄落咱即马学习袂到的，啊，毕业了后咱用会到的，吼，凊彩安尼甲咱生活有关的吼，着课纲吼，唔通搁底下的底部许因中国的，根本中国许拢无存在的嘛，吼，无存在，所以讲林冠华用伊的性命。来甲伊抵抗讲，阮就是，阮高中阮就是无爱安尼，我无爱读这个中国的迄落迄落八股文啊安尼。这款就是讲，因拜阮的时代无法当去想象。是啊是啊，咱迄阵啊拢做顺民呐，哦，尤其你这个年代来讲吼，咱拢受到这个吼日本人制度甲咱管理甲好势好势。惊啦，再听大家拢惊死。对啦对啦，这每一个人拢惊死，莫讲人啦、狗啊啦，含一尾虫都惊死啊！狗遐伊嘛惊死啊！嘿，这是正常的吼。啊，咱安尼看这个了啦吼，你看咱台湾的这个建设的这个环保，你即马讲正入主题啊，就是讲你看咱台湾的环保做了安怎？环保，我的感觉是有开始有一批人有捌的开有咧。有咧参悟啊，但是这问题咧讲要安那制度个，该哦，该迄个制作起来，这款还阁一条正长个路得爱行咧。是是是。哦、台湾足侪民间吼、哦，对这环保运动啊个意义吼、哦，啊个无讲有足深入个了解。啊这个问题就是讲，咱教育有关环保教育啊做到无够深入哩。所以咱。进一步就是讲，这个教育方面就要去加强。好好，这个环保的教育，即马才要教育尔，还佫离咱要爱治的，离你的看你的标准来讲，还佫介远。介重要，佫另外一点就是讲，做环保的人，毋是讲读工业的人才会当做。是是。啊，毋是讲在读生物啊、读物理啊、读化学的人才会当做。这环保的物件是综合各项都拢有诶啦。对对对，环保的每一个只要是人，伫这地球上，伊都爱负起基础的这个。不但安尼，迄领导的人在有眼光，啊来看会远，啊看会宽。唔是讲干一时一啊，短时你来看长，哦，十当腰会变作什么款？是是是，嘿。好好好，安尼吼，咱有这个爱正港爱台湾，吼、哦，要建设台湾这个土地，吼、哦，啊要爱共同讲吼，要互咱这个所在适合这个咱的子孙永远万代伫只生存的一款的远的迄个远视啊，靠迄个远视的这个领导人，宏观吼，向较头前看。不是要向后边看。是是是，啊，若讲继续搁予这个中国的难民绕跑来吃的，搁继续予通知落去哦。啊，我来讲，拖动有两种啦。一种是拖动派的，啊，一种是拖动死的，啊，就是伫个伊遐。当然，因老寡人有相当的贡献啦，但是这些物件是因为因。个心无伫遮先，就做个代志就较无同款。对对对，嘿，因为因来遮就是要烧杀掳掠，要掠夺遮的这个哦，对伊有益的嘛。啊，就讲迄落鸡卵伊捡起啊，啊鸡屎规本起，互咱台湾人在捡嘛。啊，即马咱台湾人就是讲在捡迄个鸡屎，几啊本起捡袂完，爱搁伊留落来，遮的种收拾战后、善后处理啦。咱即马新政府起来了，我看什么代志拢袂做诶，干那要收拾战场俩。对啦，这当然你换一段时间，变啊去收拾遮个问题。比如讲，你顶两三个月发足侪。接起來了发生的代志，你安甲分析起来，足侪代志是已经哦，几啊冬都伊慢慢累积。是啊，因这七十冬来累积的嘛。是啊，就是安尼吼。啊，咱即马咱吼啊，咱幸福兄啊，休困者，咱等下吼，咱啊，过来讲这个啊，咱第二站的这个话题。